有个外国人的女友在一场车祸意外中丧生后，他舍不得将他女友的 FB 账号转成纪念模式，所以就一直这么放置着。而他也常常寄一些小琐事到这个账号，用来跟他已去世的女友分享自己的生活。但事件发生13个月后，他开始收到早已死去的女友寄来的简讯。文章前面有些他对女友简短的介绍，他是个充满活力，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一定会冲大冒险的人，热爱露营，也对科技很有热忱，而且身上总是会有肉桂味的一个女孩。接着他开始讲述事件的经过。2013年9月4日，这就是一切的开端。我将 Emily 的 FB 账号一直保留着，这样我才能偶尔传些讯息给她，在她动态上发文，逛逛她的相簿。我总觉得把她账号申请成纪念模式会结束我与她的一切，况且这也不像是 Emily 会做的事。我曾和 Emily 的妈妈分享这个账号的密码，但他平常电脑的时间不超过3分钟，我实在无法去怀疑他。但经过一阵慌乱后，我还是倾向于知他妈妈记得。2013年11月16日，这件事过后，我向 Susan 确认了这件事。她告诉我，自从 Emily 离开的那周后，她就再也没有登入过那只账号了。Emily 认识很多人，所以我马上就觉得是有些对电脑比较有研究的朋友在对我开恶劣的玩笑。而且我当场就发现，这个跟我聊天的人所讲的话，都是从我以前与 Emily 的对话记录中截取的。巴士之轮这个词是从我们以前在讨论一个从未成真的旅行时要听什么歌时谈到的，那首歌叫做 Hello 说了百万次。2014年2月，Emily 开始在 FB 照片上标记她自己。我常常看到通知，但是那些标记大部分都在我看到前就被移除了。当我终于看到被标记的照片时，我感觉肚子被人狠狠地打了一圈。他会把自己标记在那些如果他还在世应该会出现的位置，或者是他以前喜欢去的地方。在这段期间我开始失眠，我实在气到无法入睡。他总是每隔几周就随机标记一些照片，有些发现这件事且留言的朋友觉得这是个非常夸张的 bug， 有些朋友保持沉默，有些则把我的 FB 好友移除。事情都这样了，你们可能会好奇为何我还不去把我的 FB 账号关闭。是的，我曾经关闭了我的账号一段时间，但是当我无法出门的时候，有些朋友可以聊天是件好事。在 Emily 名字旁那表示上线的小绿灯没有亮起的时候去逛她 FB 也是件开心的事。当 Emily 还在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是一个社交活跃的人，她的逝去几乎让我变成了一个隐士。 FB 和网络游戏曾经是我社交的唯一窗口。2014年3月15日，我寄了一封讯息给我让我骇进了 Emily FB 账号的骇客。
过了几个月后，我看到以前的讯息记录，才发现他还会重复使用我所打过的字。2014年4月16日，这看起来像是个文字大杂烩，有如以前我们之间会有的对话。这些拼凑字句也都是从他以前寄给我的讯息里面截取的。2014年4月29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线索。FB 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他是在哪些地点登入的。那些地点都是我所在或是去过的地方。有去问 Nathan， 是只有我们两个才懂，一个连解释都不值得的烂梗。但是看到他再度说出这个梗时，无疑把我完全的打残了。虽然我不承认，但其实他最后打的东西已经开始吓到我了。2014年5月8日，这些话让我开始做噩梦。梦中，他在一个犹如冰霜般寒冷的车子里，他的身体被冻成青灰色，我却站在外面一个温暖的地方，对他大叫着要他打开车门，他却不知道我在这里。而有些时候，他的一双脚会伸到外面跟我一起。2014年5月24日。我其实没醉，她一向都不是个太大方的女孩，总是在我们对彼此说我爱你、撒娇和告诉对方彼此有多重要的时候害羞。在我喝到忙的时候，她才比较能适应这些事，所以我总是得装醉。她这次的回应让我决定把她 FB 转成静音模式，或许这样就可以抑制这些行为了。这段话出自他去世的那天。我尝试说服他让我去他朋友家，在他回家时的对话。在那次车祸中，车子仪表板被撞坏了，而且从他的右臀部到他左大腿中间被画了一条对角线，这条对角线把他的身体分成了两部分，他的其中一只脚就塞在后座的椅子下。2012年8月7日，这是他过世当天的对话记录。平常他下班大约都会在4点半左右到家。这些问句和留言是我以为他要活着的时候对他说的话。
2014年7月1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把它页面关闭并删除吗？若真的是它该怎么办？我快要吐了，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我刚刚听到 FB 有通知的音效，但是我真的不敢切视窗过去看。我刚刚鼓起勇气看了通知，通知音效是在我刚刚打上面的那篇文跟整理的时候听到的，然后这是我收到的讯息。那是我的门和电脑，是从外面拍的，拜托请帮帮我。Nathan 已经失踪了5天，他最后的留言是跟 Emily 寄给他讯息一样的胡言乱语。我应该要感到害怕的，我以前偶尔会打开我的心，乱七八糟，真的很不像我。他这样对我来说更为真实。在这状态下，网友们担心他已经被 Emily 带走了。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有个一路关注这起事件的外国乡民贴了这张图，这张图是他在跟串讨论时第一时间抓下来备份的。他提到，最初的照片里是有 Nathan 的身影存在的，但现在再去看 Nathan 的身影却消失在照片中了。另外有跟串的网友发现一个非原破账号回应道，我该杀他吗？让我开车过去杀他。随后这篇留言就被删除了。还有另一个网友找到一则国外新闻，这是一起在澳洲发生的车祸，不管是关于 Emily 还是日期等等，一切都是吻合的。但奇怪的是，名叫 Emily 的女性并没有死，反而是名叫 Nathan 的男性在车祸中去世了。